fala.拆开螺丝，然后先往左边这里推，这里有个缝隙，推了，然后再拿出来。然后把这红椒敲开，然后把这竹板敲成切割，然后把这光子弄出来。然后用胶纸把这里两个红的包起来，有五条线的这里这两个东西，然后把这热熔胶弄掉。然后把这个调位置调得正好对着，刚好这里我翘开，你这里呢就翘开，这里时候一直要对直这里，要不然这个翘不开了。好，把它取开，这边你把这顶住，顶进去，然后把这一撬开，你再拿出来，这里可以。它之前这里是装好的，就用刀片从这里这样撬开，然后把这螺丝取开。然后用夹子把这个板夹出来，再用烙铁把这两个线焊出来。再把电池拔出来，嗯，这样。然后这里面有四个螺丝，扭出来。
这就是菜的视频。